中信兄弟一条心，中信兄弟总冠军。抢在中华职棒新球季开战之前，中信兄弟球员带领球迷信心喊话，顺便考考自家球员，今年兄弟的新队徽到底是什么？大家合力把猛象拼出来，象征拼出总冠军。今年我们会把永不放弃的兄弟精神表现在球场上，然后该有的态度我们会也是会表现在球场上，然后用心打好每一场球。今年的兄弟很不一样，希望大家继续的为我们加油打气。今年中华职棒季赛将在3月21号开打，中信兄弟即将对上去年总冠军拉米狗桃园，球迷都相当期待。马上呢，在3月25号就在我们台中洲际的棒球场，来到我们的兄弟主场，就要准备开赛喽。希望现场的朋友们赶紧来到我们兄弟主场，跟着我们姐妹一起蹦蹦跳，耶！除了发表新的主视觉，中信兄弟今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，啦啦队 Passion Sister 注入新血，新成员宝儿、东东和豆芽也趁着球迷大会首次登台，跟大家说声嗨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。